天哪！请唱。喂，他说没声音，没声音，怎么可能？等等哦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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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说好了啦。听到了，好。讲一下先，当时光头的心情。心情。就觉得头上没有东西啊，然后睡都睡不好觉。会刺刺的吗？会，很刺，超刺的。那时候在摸的时候觉得超刺。然后现在啊，其实你前后比较一下，你那个光头跟现在头发长出来的样子啊，你这头发你还会再继续留更长吗？想要再更长一点？我想留长了。经纪人可以留长吗？当然可以。OK， 那就好，太好了。超级王爷里面呢、啊，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啊？神奇是我的能力，还是不够攻击？你现在是跟着Special 的歌在唱，我听到 Special 一个新的自己。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就是我扮成虎装，是被虎王附身的打斗的那一幕，因为那还有开场，还有开场。开场那个打戏虽然拍了三天，拍了三天，那个打戏拍了一场打戏拍了三天，一场打戏拍了三天。为什么这么难？因为有一个打戏其实都要打很久很久很久，然后同样一遍你可能要打个快十次左右，对，所以不是那种这么好拍的。还有在屋顶上面跑，其实那屋顶很难跑，因为那个砖瓦很容易就滑下去，所以我还绑了一个。就是类似威亚的东西护着我，但是还好没有用到，不然我下去的时候那威亚就会拉住我。很多人问说你现在人在哪里耶？我现在人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做一件很神秘的事情，因为我是秘密。他人就是还在内地就对了。对，我还在内地。嗯。跟其他演员有没有什么小故事、小秘密？跟其他演员相处有没有什么小故事或小秘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、啊？嗯，羊驼。哦，羊驼啊！啊，我们有看的、欸，那个羊驼很逗趣耶、欸。羊驼超凶的啦。很凶啊！我们看。羊驼很凶哎、欸。羊驼上次。你有被咬吗？没有，我上次去摸它的时候，它一直把头撇开，因为它脖子很长嘛。它头一直撇过去，然后我就把它脖子抓住。难怪哦，因为它脖子有个项圈。然后我觉得抓他项圈太残忍了，我就把他整个脖子抱住。他会不会咬你啊？我不怕，我觉得他不会咬我。哦，结果他咬我了。他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粉丝很羡慕当那个羊驼啊，羊驼。那羊驼很可爱、啊，我以为他在吐我口水。他有一度好像快生气了，因为我一直在玩他的脖子。那你还一直去惹他？一直在玩他的脖子啊，然后他不要跟一只羊。计较嘛，因为我觉得他不想理我，就是想去弄他。演超级王爷这个角色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超级王爷吗？王爷，超级王爷，王爷有遇到什么困难？有困难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最大的困难就是，剃头吧。哦，是剃头的心理的压力。Okay. 没有剃头，我们两个。哎，还是跟大家、跟粉丝讲一下，目前超级王爷在哪一个视频播出？目前超级王爷在爱奇艺独家播出，没错，就在4月2号正式上映了。现在已经1500了没？对，哇，1500多万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嗯，那就从《刺客列传》的旗帜砍到小影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分享一下。嗯。就头发，头发没了，然后表演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了。因为其实砍不是你，我威严，然后帅帅的这样子。但是小影就是比较逗趣吧，他就是一个很好玩的角色啊，就是常耍白痴啊，然后在公演里面也不听我后的话，两个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超听家里主人的话，一个是超级不听的。
粉丝也是有说你在超级王爷里面的演技跟厉害，跟大家说一下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哇，新的荣魂，我继续。那你这次就是跟第一次跟那个荣熙一起搭戏，那你有就是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嗯，觉得他还蛮厉害的，他是那个也是表演学院出来的，所以台词功底也很不错。然后他好像是第一次拍戏，那我觉得他演技没有熟悉的，他蛮厉害的。然后还有很漂亮的，希望下次可以在一起合作。那剧组里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发生什么故事啊，或什么？印象深刻的故事就是有一天拍戏拍了26个小时。一天，那是一天又2个小时了，是超过一天，就是大翻班呢、啊。大翻班，拍了一个夜戏，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。是，好了，相较于其他的宫廷故事，你怎么看待这部片子里，就是你的就是哥哥啊、妈妈、公主对于你追舒里里是吧这件事的态度？我怎么看待？我觉得我哥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人，他就是其实他也一半想看我的笑话，然后一半就是觉得我不应该待在宫里，应该好好去玩。可是他非得听母后的话把我抓回来，就是角色蛮好玩的。他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一个皇帝，然后我也是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王爷，就想谈恋爱。OK， 这个不 OK。可是这皇帝很帅，我 OK 好 OK， 就是他演他哥小天使，那你聊一下你跟超级王爷这个角色跟你自己本身有落差吗？或者是有什么不同？你说超级王爷什么？跟你自己本身本人的个性上面的落差，或是一样还是怎么样？也是一样，就是生活比较随性吗？啊，有一点蛮像的，我只说蛮像的，不要说落差。魔化程度很好，魔化程度一样，魔化程度很好啊！我在里面的小王爷可是被施被的很厉害、你是没有看，你是没有看小天使，你是不是没有看小天使？好了，来赶快下一题哈！你对下一个角色有什么期待？你对下一个角色有什么期待？我竟然没有看，手机坏了，手机突然掉下来，一方面都可以这样。我有看，我有看，你要自己跟粉丝介绍讲解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想要更了解你，想要透过这个角色可以更理解你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说 看我不要讲话他们就够了，所以那粉丝可以接受我们现在 Popo 一博成不要说话吗？就看他微笑可以吗？微笑结束了还是讲话？还是讲话是不是都干的、好了，对下一个角色有什么？有人说真的可以耶，快唱首歌好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，很多人说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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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嗯，我现在真的不方便讲话，让他那个休整一下。好，大家很期待哦，可以唱个一句 Super One 来听吗？哎，对，一直叫他唱歌，哎，B-box， 或是你 B-box， 你 B-box Super One。我是个演员，我不是个，我要转型了，要转型了，转型了。粉丝们，他现在转型，我要转型成那种硬派的艺人。硬派多硬派是怎样呢？有个性，个性的艺人不能唱歌吗？个性艺人从来不会因为别人 Q 就唱歌。OK， 那就唱歌。那就你好好 Q 啊。不可能，粉丝也不相信。然后他转很快，唱 Super One 好不好？他说拜托拜托，唱个 Super One， 求求你，一句一句，大大个两下。我又不是实力派歌手，我这样子。但是你才华洋溢，又会 B-box 啊，听不下去。你看，经纪人现在才这样子啊，连我的片子都没看。我有看，我是要帮粉丝，让粉丝们，让你透过你的嘴巴自己说出来。你叫英芳姐吗？不是，我不是，她今天没来。那你是谁？那你是谁？我是 Yvonne，OK。
哎，果果姐，你有看吗？果果姐应该也忘了哦。OK， 那太好了。哦，继续喽。好来，对下一个角色有什么期待？你说马超吗？这演完了。哎，新下就是你希望哦，希望可以挑战什么角色啊什么的。希望可以演带刀侍卫。带刀侍哦，真的、啊、真的，嗯，希望可以演一个带刀侍卫，然后那你会耍剑吗？耍耍，我一定要成为那部戏的武力担当。OK， 武力担当没错。大家会期待吗？那看一下，你再问一次，他们可没听到。大家会期待我下一部戏。因为我很期待，我希望可以接到一个带刀侍卫的那种角色。是一个还是古装吗？古装。有人想看他演反派、欸。我觉得反派。他说小齐将军就是了，有人这么说。还可以再酷。还可以再酷一点，我觉得我可以超越小齐将军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试试看，让我们试试看，踹踹看。踹踹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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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踹踹看。哇，英文好好哦。踹哦，有人放烟火了，因为你讲英文了。太过分了吧！无人机。好，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跟那个易伯成，我们要跟着他转移到另外一个现场。好，我们一起出发。好。哪里啊？哦，是你上去了。对，上去吧。边走边。大家觉得 Popo 的背影，易伯成的背影如何？哎啊，我们现在在做一件秘密的事情，但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干嘛。那我们就赶快上去喽。好吧，我们今天饶过主创大人。Let's go， 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看看。Here we go。哦，你可以进来，楼上还有一个神秘嘉宾。等一下，还有个神秘嘉宾，敬请期待。大家猜一下会是谁？在走路的过程当中，赶快猜，赶快猜，神秘嘉宾是谁呢？猜谁啊？现在猜妈妈哦、okay、，Evan。好，我们马上要揭晓喽！揭晓喽！来了，耶！大家猜到了，太厉害了！我在直播啊，所以就在这么两场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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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。易老师，粉丝们今天赚到了，待会两个有合卡，会一起拍。在做什么？我们是不能说的，因为有秘密的活动。嗯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穿的蛮搭的，我就蛮搭的哪里搭？风格啊？哪一种？白色吗？我就走绅士风啊。但他就比较皮一点的那种，酷一点，酷了，太酷了。OK， 我干掉了。你干了，没关系。哎，那你刚刚讲什么？两个说你们很搭啦，然后参加结婚典礼嘛。哪有很搭，因为还会更搭，好不好？待会会有更多精彩的画面。对，果果姐有什么意见？你到底有什么意见？果果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开一本 ，OK OK。好的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七国合体。OK OK。OK 啊，哎，你现在干嘛？两个说你们好像结婚典礼哦，因为我还会更结，这个是下雨 style， 就这样，对，刚好在雨天举行嘛哈，下雨 style， 因为我还会更搭，好不好 ？Evan 有看过他的戏吗？啊，对，你有看我们新的戏吗？你没有帮我买会员吗？不能，现在就给你 ，OK， 现在就收。泡泡也说要给我，还没给我哎，他忘了啊。没事，哎，那怎么样？那你Evan 那天有看的那个六分钟啊，跟我一起，我不是六分钟，对，还是有看，蛮帅的嘛，有杯子。有人跟我讲，就是他哪一些都是他打的，然后就觉得真的，果然真的会开始打戏。
太多了，反差，对对对，一个转换，那他可能不一样。夜商单，他这个很累吗？蛮累的，好累。对的，对，其实我是要拍了。OK， 那没有算了，又轮我一趟。我也想到了，我们要一起。没有没有，我以为还要拍，他要换衣服，他会西装才行。对，所以你拍过这种？他拍完这套才，他没有，他没有那个 style， 不是他的 style。这不是你的 style， 这是你的 style。这不是他的 style。五年前的 style。哈哈哈哈哈。走成熟的路。有个问题要问，那个 Super Wang 的英文是妈妈教你读的 ？Super Wang 的英文。我稍微问过一下子而已啊，稍微啊，稍微问过一下。Okay， 我也是稍微教了一下。稍微是教了多久？五个小时还是一天？你的稍微是有多久的时间？没有，其实是嘴对嘴教出来的。什么？我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就是稍微教一下，对。就哎，很有默契，有两个一直讲。嗯，好。然后说。然后就干了。又干了耶，怎么办？OK， 交给你。大家一直在说谁对谁、啊啊，小天使快救场！小天使，好、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那个你心目中女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样的？女神的标准是不是？女朋友，如果以后交女朋友的话，你会想要怎样的条件，才能当你的女朋友？比如说身高啦、啊，外表还是内在？都讲。先从外表，我们先从外表一个来讲好了。身，比如身高。身高其实。有人说185可以接受吗？185比我还高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可以吗？你可以接受？那你可以接受长得比你高的女生吗？长得比我高的185的吗？对啊，因为你已经182了啊，要比你高就185吧，就 Evan 嘛，就 Evan 这种身高哎，你可以吗？那我驾驭不了，185应该也不会喜欢我。你不管别人喜不喜欢，因为比你高的女生你可以接受吗？是他们问的吗？对啊，真的、啊。好过分的问题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真的他们问。可以啊，可以啦。可以。OK。啊，还有嘞。那你自己真实喜欢是大概是怎么样身高的女生啊？大概围绕在170左右，就是上下浮动。哦，170左右，高了是吧？就跟妈妈还一样高，跟马车蛮一样高哎、欸。不过我刚出来，他们都在到自己报自己的，因为大部分都是170公分以下啦，高哦，大概都172到160中间，大部分粉你的粉丝就这个身高了，也是你的标准。170其实有点危险，因为他穿的高跟鞋其实就。就你放心，每一个大概都170以下啊。那很好，那很好，对你的粉丝们，这样可以，大家都自报身高。那你比如说喜欢，啊、那是就外在条件，长头发了还是短头发的嘞？没有太大的那个，这个还好，还好。OK， 那、啊、个性啊，个性上呢？要好玩，好玩的、啊，听得懂我的梗。OK， 很难，就是不能太严，不能太严肃就对了。不能太严肃，如果很啰嗦、很爱念的这种，那种，看是怎么爱念法、啊，贤妻良母。就重点是他可以跟我玩在一起。哦。我讲个笑话，然后他觉得好笑；我讲个笑话，他不好，虽然不好笑，他也叫笑不掉。那如果他是个野蛮女友，他每次你讲的笑话都很好笑，可是他是个野蛮女友，看到你就想打你。狸猫，你好烦。那我先打你。人家就是个野蛮女友嘛，因为女生也是有个性的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多野蛮，会把我打到淤青？当然不会，只看你有时候。她就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生。那很有正义感可以啊。也可以。OK， 那年龄呢？年龄呢？可以。过分哎！越问越正负啊！你可以正负你的。正负都是我三倍了吧？我今年才18，你来你。20岁开始吧，可以接受比你大几岁的、小几岁的？4岁。没有，我觉得4岁来了。5岁，大5岁，大5岁，所以25岁、6岁，哦，所以
二十六太小了吧？对，小不行啊。对啊，想要成年要十八，至少要十八岁。所以现在是目前26到18岁中间的非常有希望。OK， 好了，没了吧？还是害我掉了？这样子会害你掉吗？不会，是讲我们来分来理解一下。那个性呢？我们对，我们其实最主要交往还是要看个性嘛。对啊，要看好不好相处，就是两个要处得来。那你喜欢怎样个性的女生啊？我刚刚讲的那种野蛮女友是开玩笑，但是也有的人喜欢野蛮女友型的、啊。哦，就是比较强势女性。强势，嗯。小瘦的感觉。没有，我才没有。其实我是一个很非常 man 的。所以。大家都不相信是不是？我平常是一个很严肃的人。可是你又搞笑，你又说你严肃，你怎么这？搞笑的时候你必须要笑，哈哈哈，真的好好笑，现在就很好笑，真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打小天使，没有打了，闭嘴！怎么可以叫小天使闭嘴？好，那你好来讲一下个性啦。啊，嗯，个性好玩，一定要好玩，好玩哦，乐观好玩哦，乐观，对对对对，乐观很重要。因为我太阴沉、哦、那女主角的性格呢？在超戏里面的女主角的性格高冷，这个那算是你如果日常生活中是你的 style 吗？高冷的话蛮是啊，高冷又要好玩，你这样没有一开始高冷，但是那时候好玩好认哦，所以外表高冷你是 OK 的。那跟你朋友出去的时候，你希望他是表现是高冷，还是在你朋友面前是要搞笑的？你说我交一个女朋友，然后他如果跟我出去，他是要高冷还是要好笑？对，在你朋友的面前，先高冷一下吧。如果一开始见面就哈哈哈这种，我应该是觉得蛮傻眼。应该要先装一下，然后三只能选一个啊。一个是觉得你朋友都觉得哇，这好好好相处哦；另外一个就是哇，可能漂亮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。OK， 我走了，谢谢。哦、留下炸弹等你回答。你在逼问我，很烦呢。也没啦，就聊一聊而已啦。对，聊一聊。他们现在要回些什么？他们说妈妈是来拆台的。妈妈去忙了，但是大家还等你，等着你回答。在等是不是？我有点忘好像的问题，我们下一题好不好？好吧，下一题好了。啊、还有一个，他们就说，那有喜欢的星座吗？女生。星座。围巾的。围巾。OK， 他的背也很帅。OK， 来，拜拜。我蛮喜欢天蝎座。天蝎座。天蝎座。啊，不就你自己？两只妈妈。不行啊，两只哎，要叫妈妈嘛。我在说。啊、好啦，我就是蛮喜欢天蝎座的。可是感觉同个星座的人。哦，可是天蝎座两个，如果当情侣，可能会斗，会很会斗哎、欸。会斗吗？不会啊。会吵架。我一定是比较缓和的那一个。好吧。我一定是比较好啦，不要生气的那种。哦，粉丝说很合啦，就我觉得。怕你们会斗在一起 ，OK？ 我觉得还是要看个性啊，如果他不管他是怎么样 ，OK？ 好，那如果是射手座呢？有人问说他射手座可以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射手座很乐观。那射手座？陈一芳小姐不行。陈一芳小姐射手座。我经纪人不行，经纪人也没办法接受他 ，OK？ 他是属于你们的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还有狮子座、天秤座都来报名了。啊，大家都来报名，对，十二星座都来报名了。那我们先略过这一题。好吧，先这个太多了啦，其实主要是看个性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吧，好吧。作为你第一部就是男主的戏，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说的吗？啊，对，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其他演员聊，对，我是男一哦。我超想长的。你这摆一部那个笑容脸，我是男一。男一。我会不会截图啊？会，粉丝会截图的啦。没有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看，不是我会跟他们分享的喜悦，就是哎，我第一次当男一，这种感觉很开心，就没有多嚣张，但不会对导演说我是男一，我是男一哦，这样。
就是爱开心就是可以玩嘛，一中一中。粉丝说他已经截图了。如果你跟妈妈一起演双男一，你愿意吗？可以啊。很不愿意的脸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你的地址好问过了吗？问过了。干掉。不会啊，相国，你跟谁的对手戏比较多啊？黄忠。这个是陈志煌。OK 啊，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好啦，时间也。时间上我们也可以、啊、我们开放给粉丝来提问好了、啊、因为最后只有半个小时、哦、对，因为一博成他那个最后四分钟、嗯、他等一下就怕他要拍照了，那他要秘密的，大家没什么问题特别想问的转过来让我自己违禁违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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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谁要看违禁，谁要看违禁，讲快话了啊。想要看妈妈看一眼。他等下拍他们的 CP。不久这个头发，很不像我之前的我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闭嘴！兰博基尼。可以啊，对啊，不要个人。今天拍下什么、啊？什么秘密？秘密哦。好我等一下就要结束，因为等一下要帮我拍照，然后如果再不拍的话，我就会 delay 整个行程。没错，我刚刚讲英文。看见又累。那时候很多，那时候很可怕。delay 呀、yeah。我哎、欸，我到时候会把头发留长，我很期待到时候把头发留长的样子。干嘛？干嘛？怎么样？没结束、啊。快结束。那你看他先不先？你去做个 ending 好看。快点啊！为了超级王爷来做个 ending。它里面有一个。啊。Q Q， 好幼稚哦！哪招啊？没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超演吗？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花瓶子，好，花瓶子，掉一颗。哦，我都忘了讲，我是象山第一诸葛亮。你远一点，远一点。还是？为什么？好惨哦！可能我还是听得懂，就说那样什么？嗯。这么上来吗？好，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干了，真的。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、啊。超级王爷在哪一波？再讲一遍。啊，超级王爷在爱奇艺播啊！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啦。我们今天来语重心长聊一下，其实做这行，我是开心的。他说：“其实做这一行是开心的。”刚刚聊很久，他真的很开心。他跟我聊了他未来30年的生活规划，30年不到一小了。那希望以后这条路可以越走越远。哦、我看了很多直播的那些主播，他们在播的时候都是自己讲一个段子，然后自己放那个观众的笑声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就他们自己会讲说，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跌倒了，啊，男的衣服，就觉得有点强，不过这就是，这有点像那种。以前的节目，然后讲个笑话，就有那种按键盘的老师自己去按一个笑话。哦，对。我才没有干嘞，我现在才不干嘞，我死都不吃葡萄干，我跟你讲。
救我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我来帮你提问。没有，我已经没有话聊了。没有，你是介绍呢、你要拍照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了。请大家再关注一下、什么超级。哎，不要、好啦。那我们先让易恩去拍照好吗？下回见咯、先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酒。OK 。好。好，结束好像按这个，好了，拜拜。